咱们牛逼逼哥，谢谢老两号练练再说吧。打12个饭卡，谢谢。关了灯，又一下倒了两个。知道。这上当肯定是王爷，这上当肯定是王爷。我操，这前四个没一个好人呀！我是肉之一，2、3、4。我也不是王爷。我是肉之一，我是肉之一，我是肉之一。哟！哎。我要把太一的歌单收藏一下。完了，这是谁？谁啊？哎，这是谁啊？谁呀？我是幼稚儿，哎，怎么好像消失个人啊？啊？什么了？啊？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我复活在攻火区，走到了营地，碰到了猪猪公主，然后走到了祭坛。那个大喵啊，他不往祭坛方向来，他搁那墓室上面呢，他也没搁那卡视角，也没干嘛，就搁那上面站着，感觉就走位很不对。然后我 CD 快好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往祭坛里面冲了，我就觉得是该我动手的时候了。其他的没有了，他铁化吃片过。我是幼稚儿啊，我进音群里边我说我是幼稚儿，完事呢谁给我来了一句要刀我，怎么的，有两个幼稚儿，那个幼稚儿肯定铁坏。这一轮我看见了啊，这个苏苏开的刀，苏苏在右上角刀了大喵，他这个发言力度其实还行，我说实话，可以再听听后边啊，过。拉奇在饭堂旁边，一群人没看清，我记得旁边有个宝公公，但是我没看到这一刀。我在那个西侧宝物室，哎，不是西侧宝物室，复活了之后，我那边有一个捡钱币任务，做了一个捡钱币任务。这时候我遇到了布，然后我们就一路往那个祭坛方向去，我们还才走到那个拉饭前面，然后就报警了。我没看到那边的情况啊，过。我跟餐餐，我复活，我跟餐餐反正是一起走到那个祭坛。然后躲到地毯之后，我就听到猪猪大喊“刀虎哥，刀虎哥”，然后就拉铃拉进来了。那我感觉苏苏，我不认，苏苏一定刀架要带，我就不认，我知道那个人是谁。过了，苏，我没太多的信息，我就知道我跟惠娜娜出生在左边暂存储备区这个位置。他从一出生就说他是肉汁儿，而且态度非常真诚。我爷都想跟他去对个身份，但还没等说呢，孙悟空来就报他是肉汁儿。然后在报警前歇的那一刻，就那个定针的时候啊，我是看到苏苏确实是在那个祭坛的右上角角的那个门口那里，好像是直接开刀杀了这个夜之大喵。那就看后面人信不信了嘛。但是说实话，我好像不是太信啊。然后再看一下孙悟空跟慧娜他俩撞身份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，过。OK， 我出生在这个饭堂这边，然后我和拉奇一起出生的，然后没有什么别的信息。过了。包括真的很伤心，说是不要，我出生在哪？我出生在左边的那个狼任务过道那边，好吧，下来遇到谁？遇到了朱大强跟慧娜娜，然后我就在那儿看外卖呢。我看晚上加个什么好，加个蛋还是加个腿啊？但我能保朱大强跟慧娜娜他不开刀的。就关于叔叔这一刀，剩59%吧。步步有点给他踩死了这节奏啊，然后给王爷。
王爷这边发言啊，我这边跟十八队在牧师这边啊，然后的话，那个苏苏这一刀的话，啊，我认一半，好吧？那个，因为我这边没看到他的视角是怎么刀那大喵，但是他刚刚前面的那个感觉，跟他发言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他这把刀应该是偏好一点吧，好吧？嗯，我这边过。哦，到我啦！我反正不苏苏这刀我。可以说实话我认得多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肯定没有到到加拿大啊，但加拿大是谁啊我不说。然后过了过了过了。那就是说叔叔自刀自爆的是吧？怎么还有那这刀我想了呀。那你们说自刀自爆，但是步步踩死叔叔，那你们想想。咋说嘛，听娜娜和猴哥，那现在焦点位是娜娜和猴哥算身份了是吧？那我也不知道，输这刀我可以认哦。那我听一下娜娜怎么说吧，你们自己投吧，我不归票啊。我听娜娜怎么聊啊，过。嗯，我建议是弃票，如果是在人群中就是刀的话，因为如果他是在祭坛左边这边刀的话，他没有必要在人群中刀这一刀，对吧？如果是狼的话，就算是狼在场也不敢这么动刀吧。所以我输出这刀我觉得可认，我建议是弃票。猴哥是跟我撞身份的牌，但是我不投他，弃票过。啊？这你们不投？身上有两票，应该是好的。但为什么慧娜娜说你不投他？我弃票。我投了一票慧娜娜。有可能是呆呆呀。这不投一投慧娜娜？天哪！不过把他嘎了也行啊！我是什么？他两个哪呢？小小猎鹰，嗯，就这，这边挂。喂，能听见吗？喂，没卡麦吧？这轮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轮投苏苏。我一开始复活啊，我在那个敬拜坑下边，在我这儿啊，慧娜娜肯定是一张坏牌，但是我们先不管他啊，因为我是右侧啊，我是一开始我复活在训练场，完事我才去的那个祭坛那个位置，来的有点慢啊，你们可能没听见。这轮怎么样呢？这轮我们投苏苏，因为一看刚才复活的时候啊，苏苏跟布布他俩。就是复活了，他俩复活以后呢，苏苏跟布布他俩不知道这个说什么，然后布布说了一声：“你是什么什么，我是什么。”前面我没听见你是什么什么我，但是后边我听见了，后边布布说我是什么，然后苏苏把布布嘎了啊，就这么多过。那我天。那如果布布这样子打他的话，那布布大概率是个警长走的。他的原话有可能是说：“你是警长，我是什么？”然后没刀过。那苏苏这一票，我他这刀呢？我觉得，假设他刀了两个坏人，那他这一把也差不多，我觉得可以出去了。我想投苏苏一票，对吧？过。嗯，我也觉得，因为就是苏苏。要么这两个就是刀对的，要么就是布布可能是个警长，然后没拼过刀，然后他又拍进来，然后又想装一手警长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可以出叔叔啊，过。我猪猪公主十八 Z 是跟着叔叔跟布布布的，反正我过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呀，我怎么听着他们俩一边在那拍公文，一边说什么？你是一刀，我是什么？但是如果说我没听错的话，那叔叔这已经不是一刀了，是两刀嘛？那，为了确保一下我是不是听对了，我想听一下猪猪公主跟十八 Z 啊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跟我听的是一样的呀？啊，如果是一样的话，那其实出叔叔是没毛病的啊，挂。OK， 我这把在祭坛，然后出生的时候是七仔、餐餐还有拉奇。我建议是苏苏啊，过了。什么出苏苏？我都点苏苏了。
太狂了，你这手起刀落刀两个，坏坏你也不亏，你警长你也该找，好吧？感觉他更像那个狼人刀。我叔叔叔啊，叔叔叔过。嗯，王爷这边发言啊，肯定是要抽叔叔啊。那个娜娜这边的话，他在那个祭坛左边的时候，他说他是肉汁儿。那猴哥你也是肉汁儿，那你们两个中间只可能有一个肉汁儿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先投叔叔啊，那个出去之后再谈娜娜跟猴哥这边的问题。我觉得猴哥如果猴哥不是肉汁的话，那猴哥可能就是呆呆鸟嘛。但是不对啊，猴哥这边直接踩了叔叔嘛，对不对？先投叔叔啊，我这边过。OK， 我跟你们说，这把肯定是出叔叔的。我第一把认他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是自刀自爆，就是比较好。但是他这一把发言，他说布布是小小猎鹰。上把布布的发言，我还以为他是呆呆鸟，但是叔叔都。直接排除他是狼，直接说他是猎鹰，那我现在怀疑苏苏自己是个猎鹰。那么第一把他刀的那个大喵就可能就是个好人，那咱们出去就得防啥，防三狼三刀，懂吧？待会出去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啊，先出苏苏过。嗯，不不不的遗言是十八岁，我是警长，我可能刀不过，记得拍我的腿。出出出啊，过。OK， 出苏苏，猴哥肯定是个铁坏，不用管他，过。我警长，我功成身退了啊！我跟你讲，大喵真的可能是个狼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大喵真的可能是个狼。话说布布这句话，十八岁学的真像啊，我都感觉听见看见画面了。布布能当过人不？有不了一点，布布。哎呀！哎呀！嗯，好好练练吧。他那个手柄不行啊，手柄不行啊。猴哥，这把我要跟着你。我不，不行，我必须得跟着你。我不，你别跟着我，你跟我干啥呀？我就得跟着你。你跟我干啥呀？你别跟我了。我跟你人呢？我这打火呢。十八狼挡尸体死罪，让我想想，刚才边上有一个是谁？丧葬者拖着腿走，先把十八岁投了啊！亲眼所见，可说是还好我离得远，双狼双刀，一个人拖着腿走，一个人挡尸体。嗯，先投十八那个人，我再想一想啊，我抿一抿刚才那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啊？过，感觉这把我参参和七仔仔是三个局外人，说是，就是把把都出生在一起，然后把把啥刚聊了两句，然后就被报警过了，跟宝公公聊的差不多，我们三个啥事儿没干，说是不是？那出十八呀，出十八过。大乔，你丫的，你的手能不能慢一点？我都快拖到屋里去了，你报个警全被看见了，我去你的！先出我啊，先出我，我是丧葬者啊，我拖着那个谁啊，拖着那个娜娜的尸体，正准备到那个屋里边去潇洒一下啊，我这边过，过。别分票吧，先全票打分十八岁，朱大强不踩了十八岁嘛，对吧？然后我跟你们讲，这把真的巨搞笑。我说我要跟着猴哥，猴哥说你别跟着我，我说我得跟着你。完了，我跟着他走到了那个，就墓室左边的那个地方，那不是关灯了吗？我俩搁那点灯，灯亮的一瞬间，就朱大强报警前，王爷鬼鬼祟祟的拖了个尸体往墓里走，先出十八岁啊，过。啊，等，听我说完，朱大强、王爷双狼，好吧，朱大强挡着尸体，那个灯一亮，我是要去拍景，我是站什么位置呢？我刚开始是在墓室的右手边，左手边我听到了宝公公说他是复仇，对吧？我在下面听不见的，我是在右手边墓室的右手边的呀。他这个记者说在饭堂拍的。朱大强。娘。哼。朱大强，他居然叫你朱大强，不是叫你强啊。对，死罪！哎呀，死罪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
多捞啊，这狼爷别说拖尸体就跑过去了。那王爷呀，喂，别拉铃啊，我得把那个猴子给刀了。别刀猴哥，要刀就刀我吧。行，猴哥，你刀不着我。说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刀不着你？因为我会隐身。他们好。金楚楚啊，真好真好。波蛋壳。哎呀不是我刀了，我加了我的走位，你不可能，哇去，这么追不上猴哥，朱大强先给他杀了，现在要先杀朱大强。猴哥跑得好快啊，一溜烟我都看不清人了，看不到他车尾灯。因为狼人肯定是一直摁空格，你只要趁他不注意一个跑，他肯定就追不上你了。确实，我们只要管操控。啥手柄啊？下次发群里，我不买那个。避个雷是吧？避个雷。我看看。不不，你打 CSGO 也是用手柄吗？不不，那怎么可能啊？你拿手柄那牛逼了，你拿打手柄。你在侮辱谁？没有。不是，他只是觉得你转视角比较平滑，有点像手柄。我是想的就是用手柄，因为你很常什么游戏的手柄。转啊、王爷一号，王爷一号，绝对狼。王爷一号，王爷一号。二号，你选成一号了。猴哥，禁欲者。猴哥，带你。禁欲者，行。丧葬者，身份接者，分离者。OK。猴哥是不是又带你？还有一把刀，还有一把刀，还有两把刀，我还没选到呢，还有四把刀。哎呀，随机了。哎呀，可惜，差一点。有没有、啊、我喊的时候没开麦？来个随机，有没有狠人？这么小，随机来了，随机来了。呆呆鸟最好配合啥呢？呆呆鸟最好是有那个隐形网红魔法随机。哇、哦！我刚刚旁边有个网红，我差点又鸡啊！又鸡儿般的就。怎么样才可以被怀疑呢？嗯，你喊着叔叔进屋了，旁边有一个大喵的尸体，然后你不去拍景，你往下面跑是什么意思？喂，娜娜同学，这个大喵上来给我爆了，他说他是有机，然后上来他没了。我能保大强、猪猪，还有个是 Lucky 吧，是我们三个是在一起。那惠娜娜见到鸡腿，他说不报警的，嘿，但叔叔他钻屋了。刚刚谁说喊十八队吃饭？好像是叔叔吧。好，裸点上了，叔叔十八队会那的挂，随便归。哦，明白了。王爷这边发言，我是肉汁儿啊！我出生的时候跟布布在一块儿，然后的话，我是在那个墓室右下角里面待着。当时的话，我听到十八队说那个谁是说苏苏进了那个屋里边，对吧？我是没有看到的，但因为我走到的时候，当时就看到那个十八队跟谁啊？十八队跟娜娜是在墓室这块待着的。然后十八队说那个苏苏是。他看了苏苏进了屋，对吧？那后来布布是跟我在一块儿的、嗯，好吧？我是肉汁儿啊，我这边过。OK， 猪猪公主发言，不是从尸体跑下去的垃
骑士在我旁边没有动刀，然后跑下去一张牌，在他前面从尸体旁边跑下去的是不是十八 Z 啊？反正我这里有两个铁坏坏，一个苏苏，一个十八 Z。为什么？苏苏开局在那个牧师那里说来吃饭，然后十八 Z 说什么什么什么就跟过去了。然后关键是十八 Z 从尸体旁边跑下去，这个尸体也没消失啊，那他不就铁坏坏吗？我是比较想出十八 Z 的，苏苏十八 Z 都是坏坏，在我这里。大喵，我刀的啊，怎么了啊？投我，哎，我刀的投我啊，过。投你就投，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么爽快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爽快？哦，你们投中拆单是吧？呸，小丑，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要求，太过分了，这种要求。从来没听过，我哥你还有这种奇怪的要求？我看到了，这么爽快啊！王爷，啥意思啊？王爷跟那个套呸，都能刀啊！哎，王爷跟苏苏都能刀，我哥几啊？王爷跟苏苏随便刀。嗨，哥子也是坏的。哎呀，真狂啊！小丑，小丑，但是苏苏不一定是鸽子，因为他在那喊十八 Z 跟他聊脸。我小丑，鸽子跟谁聊？那你为什么不敢投他？这是说，哎呦，我在点，我在点，我在点。哎，谁刀的？这是也能刀着我呀？肯定不是朱大强猪猪刀的，猴子在脚下的。是有一个变身狼变成了朱大强的模样，我最后看到是上面是一个绿色的鸡腿，好像是个绿色的腿站的头顶，然后你们上面的视野可以看一下，然后肯定不是朱大强跟猪猪刀的，好吧，然后我们聊聊爆仓信息。猪猪死了，但我上一轮猪猪，但我看到去跑下的是慧娜娜，她也没解释，那我跟你想打慧娜娜，那十八的应该是个定狼。那为啥能刀着我呢？我刀的呀，我是一个带刀的肉汁儿。我把那个，哎，等我看，我把那个猴哥给刀了，好吧？我刀的呀，我是带刀肉汁儿，我是坏的，好吧？哎，我这边过。啊，王爷一般说话说成这样，他就是狼，故意在那里装傻。他肯定不是呆呆鸟，他萌萌呆呆鸟不是这样的。那咱们就投王爷，好吧？怎么说？相信我吗？他玩狼装傻的时候就是这个运气，他绝对不是呆呆鸟。过，我先说句话。上一轮啊，我跟宝哥在一起复活，然后我王爷十八 Z 步步，然后我从右边复活，哎，直接到墓室了，看见那个苏苏在钻墓，我是从墓室绕到左边这边才看见有鸡腿。七仔仔和大强，你们应该是从那个鸡白坑这边跑到右边看见有鸡腿，所以上一轮大喵那个鸡腿不是我刀的，苏苏是我刀的。苏苏在墓里面，他说 Hello Hello， 我受不了他了，竟敢挑衅狼，我受不了，好吧，我就把他刀了，过。阿雷，我只记得关灯的时候，这个小宝是往下走的，然后我不敢离开那个小桌子，我就往上绕了一点，然后猴哥在我头顶上爆开，但关灯之前那个身位有可能刀猴哥的，一大强，二就是在左边的布布，没有其他人，因为我往上一挪。然后你们几个人一开始就站在一起了，对吧？只有他们两个能开猴哥这一刀。但是真的投了王爷吗？真投他那也行，反正我这边狼坑步步大墙里面要出一个过了啊。我看到是大墙刀的，然后我刚刚去关窗户了，有个虫子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我一开始啊，第一轮的时候我先劈了柴，然后我刚刚和猪猪公主复活在训练场之后，我就去马上去营地要点火了。我刚点完火，然后做完任务，等一下进去有进度条，然后现在就是反正要投王爷吗？啊，我反正我想听大强怎么说。我看到是大强刀的过，但是现在大家已经一二三。算王爷自己的话，三票点王爷，
然后现在慧娜娜出来鸣跳狼的话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想分票。那我们那既然反正都已经点了，我们就不管其他的，先点王爷。然后如果然后还有，其实刚刚现在来聊的是有点大，关灯之后我是去点灯，所以我的页面只是在那个花火柴盒那里，我没看见谁把猴割刀了。但是季奶奶居然还能说出来有一个变身狼变身的大强，那他还能看到两个大强，季奶奶的视野有点大，我感觉现在应该没有好人什么事了。反正大家都点王爷，那要不就先点王爷嘛，那只能这样了。现在出狼肯定出，就是出别的狼肯定出不去了，只能赌王爷是狼了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过了，首先七仔的在我这边一定是铁好人，因为两波报警他都是冲过去报警，而不是就是在边上晃或者是站着或者怎么样的，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好人身份。然后第二呢，我把我通灵的身份报给了七仔仔，所以七仔仔铁保我，那我也确实是那个通灵的身份。然后刚才关灯的时候呢，我没有看到是谁刀的，但是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求必应，王爷不是说要投他吗，就投他过。好，先把这个王爷出。就在今天，你这个就在今天，你这就小草把你的鼻子捡起来，小草把你的鼻子捡起来。我来给你倒了，孙总，你的鼻子捏什么？七仔仔啊，有道先到七仔仔了，不到肉汁了。有道先到七仔仔这个网络巨人啊，王爷也来了，欢迎欢迎。王爷，有道先到七仔仔了，没刀刀，不是那么。我的发言就会和你一样，然后他们就会把我投出去，我们就拿下。带点扭的。哎呀，如果没叨叨我就好了。我寻思我一直报警，我直接说我叨叨怎么了？太难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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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难了。猴哥，太 low 了，太 low 了。猴哥牛啊，直接一刀下去，帅。哈哈，多帅的，受不了苏苏了。不离挑战，打了，打了，打漏啥呀？忍不住刀别，但我也没用啊，忍不住刀别。哎呀，有刀先刀七仔仔啊，网络巨人是吧？都小丑是吧？就刀你，小丑。